光辉，愤怒破甲，愤怒不魔，愤怒罗汉，愤怒精青，愤怒笑里。第一个305白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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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灵之甲，白板，白板啊！十件装备，八个白板，两个蓝字，圣灵之甲加气龟，腰带2099万，一个差不多150块钱啊，130块钱，150到130块钱啊。但是呢，一个愤怒特技就3万加，愤怒简易特技天价，简易愤怒也值钱。我靠，大哥谁扔的100级灵宝啊？我靠，成就！白板，白板，白板，有一个简易啊！现在咱们，哎呦我操，还行啊！放下屠刀加葫芦宝贝儿，600块钱能卖上不？600，放下屠刀加葫芦宝贝儿啊！葫芦宝贝儿法器套，放下屠刀法器也能用啊！帮战打完十吨光芒石，轻轻松松，对吧？可能没有120级的套装值钱，因为毕竟130级的五孔，可以吧？上亿有了吧？游戏币。现在综合还是亏的啊，综合还是亏的。那件装备咱们就算它800，还差7200回本。愤怒特技，凝气诀。不磨野兽，不磨套装。这个号不谈成就，其实正常，因为已经出过无级别了。永不磨损加精致，永不磨损加精致差点意思，是吧？永不磨损加精致差点意思。有一个四海啊，有一个不魔啊，四海还行啊，师傅毒迷踪，这波蓝字啊还行。最近天天加班呢，嗯呐，要不来，来了就他妈加班。看没看见这号出好东西没有成就啊？144级出130专用鞋没法点，破碎无双，差点意思，到不了5000，再他妈出专用再取消，再出破血狂攻，破碎无双加简易，破碎无双加简易，破碎无双加不磨，破碎无双得加东西。加东西还他妈是弟弟啊！还有的最后的两件了啊！能看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最后鉴定这位军火的老板叫漂亮顶哥六老板啊，号品确实比其他的几个前面几个鉴定号要稍微好一点啊。有机会没？有机会给大家发分红没有？